尊敬的普林里琼斯主席麦迪文修斯校长，诸位嘉宾，诸位同仁，诸位同学，女士们，先生们，大家好，非常欢迎大家前来参加威尔斯三一圣大卫大学举办的文学晚会。非常感谢威尔斯三一圣大卫大学与休斯校长提供这个机会，希望大家在这里度过一段亲切交流的温馨时光。温馨晚宴是交流情感、促进和谐的一个好方法。它的原理是时常沟通，人与人之间相处，如果能够时常往来，时常沟通，有什么误会谈开了都能化解，人际关系就好了。最怕的是不见面不沟通，一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彼此之间就容易互相猜疑，产生误会，有了误会还不沟通，往往就会越猜越误，甚至于产生对立，麻烦就大了。人际之间时常沟通是有方法的，我们所用的方法叫四学法，也就是四种交际方法，公共关系法。1994年，我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，新加坡政府表扬我们对社会和谐贡献，高级部长曾思森先生问我，我们新加坡宗教联谊会历了50年还没能让宗教这样团结，你用什么方法做到的？我答复他说，我用的是四学法。一，布施、常请客、送礼，拉近人际关系。温馨晚会就是其中第一个例子。二，爱语，讲真正关心对方的言语，互相赞叹。三，立心，做真正利益对方的事，互相帮助。四，同事
共同从事一项事业，例如相互参与对方的重要的活动，组团出国考察旅游。我们在新加坡做了3年半，澳洲移民部与多元文化部部长菲利普·卢托先生邀请我移民澳洲，协助政府团结族群与团结宗教。2002年，我们在昆士兰市图文巴士建立澳洲金钟学院，开始履行这个使命。我们所用的方法也就是思学，学院开幕当天，我们邀请附近2条街的邻居，大概1-2百人来用晚餐，说明我们来的来意。他们非常满意，要求多办这样的晚宴。从那个时候起，建宗学院每周周六晚上举办文献晚宴，文献晚宴从此成为图文巴士市民聚会交流平台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团员团结了图文巴士的多元族群与10几个宗教，感动市民主动发起要将图文巴建设成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。2017年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9个国家的大使参观图文巴，很受感动。回到巴黎之后，就为我申请一个办公室，取名为净空之友社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们就在这常常在这个办公室接待各国大使，并且在此地办公室名义在教科文组织举办世界和平大会。这是谈到我们举办文献晚宴的历史，也是说明时刻时常沟通对人际和谐的重要性。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，非常感谢这个音乐，
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四学法这个行止有效公共交际法。最后祝福大家欢度晚宴，吉祥如意，祝威尔斯三一升大位大学越来越兴旺，培育人才，造福世界。谢谢大家。